谢谢，我是小巨蛋，晚安。Uncle 会不会讲叔叔的英文？会啊，讲一下。Uncle， 谢谢。OK， 好，快乐。这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乐团。小朋友 ，Uncle 了一下，我们就上来回来了。哎，好 ，Uncle 嘛，对，哎，所以 Uncle 要来点 special， 对不对？各位有没有看到，我们家小巫师乐团一直是秉持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精神，其实跟巫师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在十二年的今天。我们终于有一位，这出现的是那个小巫师，来自林家，是的，我要担任起主持人的角色了。请问一下，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哪个那个精神疗养院？是来自于哪个？要带啊，带起来才要。哦，当然先背带，这是一个教学啊。你干嘛拿我的琴？我顺便拿。好，来。哎，要戴帽子的，来，有没有紧张？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我的一个学生，对，他叫做小兔这样子。他其实是一个篮球校队的高手中的高手这样子，对。然后，对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好紧张哦，大家好，我是，大家都叫我小兔啦，那也可以叫我丽姐，谢谢。你是什么？女生配乐器搞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像这种，马上没历史背，对啊 ，OK。因为其实我们自己，因为其实我跟本自己有在教一些学生这样子，然后我对给他们安排一些课程这样子，不光是在教室里面，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实战演练，对啊。所以我们都存在一些演出的时候，会给我那个学生一个表现的机会。那因为他想说，给我挑战一下，对不对？就是。哎，你为什么整个人很红的感觉啊？他整个人瘦的感觉，不错，对，好 ，OK。然后他其实就是他帮我们小巨蛋非常非常多的忙。哎，大家可以多拍一点哦，前面的不重要。哎，拍一下巫师姐姐嘛，拍一下巫师姐姐啊，对，真的，稍微看出来一点。我们处理一下。OK， 主角在这边，好，很开心可以跟你合作，对。好，然后摇滚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对，就是跟下一首歌精神一样，这个叫做想太多哦。OK， 大家把热情拿出来，然后我们的 guest， 我们的玉姐，要介绍一下，我是吴立，耶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慢慢走进好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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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，啦啦啦。You know
此地或许的自由，但那的自由，那的不自由。黄昏不只是爱人，或是朋友，他人不尊严，要如手作。如果没有完全的对我合作，彼此相约的有远都不够。不然是你真是有你的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。